今天我也跟个风拆个榴莲盲盒，特意上市场挑了个大的，看看我的运气怎么样。天哪，有一小块，还行，看看给你们看看，看看有几方，这个就一般吧，一般的大小，一方。这是二方，哇，这个好大呀！我怎么感觉我这时间有点长了？天，这太大了！我感觉这个有点熟过劲儿的。这是三方，太大了，太满意了。小块，这个是四方。第五方，天哪，这个是第五方，我因为熟太透了，这第五方。我家这边是22块钱一斤，我挑了个最大的，这个下来，这个整个一个下来是171块钱。拍照，感觉我这个熟太透了，有点熟过劲了。嗯，哎妈，太香，嗯，好长时间没买整颗的了。嗯，太满足了，甚至也够我儿吃，再来一小块。